尝草莓松饼，尤其这个是草莓冰淇淋吗？好好吃哦，那个草莓的酸甜刚刚好。制作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美丽的意外，这个蛋糕跟我们的经典巧克力就搅和在一起。江湖传闻这个 Coco Chanel 粉很爱这个芝麻拼核桃，这个是在台湾啊可以让大家一碗二吃限定专属的吃法，芝麻的香气超浓超厚的。那今天要带大家来挖掘星光三月少女最爱必吃甜点。疫情期间进入星光三月的餐厅都要量体温和酒精消毒哦，接下来就可以放心开吃咯。第一站我们来到了 Mia Cucina， 哇哦弟弟你看这四道，哇少女心真的怦然心动。没错，我们先来看这一个，哇超级澎湃的非常草莓松饼，分量真的太大了。对，尤其这个是草莓冰淇淋吗？哇它简直是两个拳头的大小，好好吃哦，那个草莓的酸甜刚刚好。少女心宵夜，草莓酱是他们就是手工，然后自己自制的，没有任何的化学的添加物。美式红萝卜蛋糕，红萝卜很 special 没错，先来试试看，好，马上开吃。它保留红萝卜的香气，它加了一点点肉桂的香气，难怪。对，所以掩盖了那个大家好像吃红萝卜会怕的那一个味道。超级 Oreo cheese， 它不会让你只吃到一大堆的 Oreo 的碎片，它们全部比例都是完美的帮大家做搭配。本店最热销黏黏胡桃肉桂卷，横切面的这个面包体超级湿润，大家看到上面铺满满满的手炒的蜜。胡桃之外，连内层里面没再跟你客气，用料超实在，好不好？都有的，难怪秒杀。欢迎来到福里岸花神餐厅。来到这边呢，一定要记得要来享用它的精致意式传统料理。可是吃完了意式料理之后呢，人有两个胃耶。没有错，而我第二个胃又特别大，装的就是甜点。哒哒，来吃下午茶吧 ，Go！欢迎我们的经理，大家好，欢迎光临福里安花神餐厅。这个冰淇淋啊，非常的特别，从原物料到制成，甚至连做冰淇淋的那台机器跟我们的总店一模一样的方式。当你吃这个冰淇淋的时候，你把眼睛闭起来，你确实会有点错乱的感觉，你搞不清楚你现在人在意大利还是在台湾。整个口腔里面都有那个香草的味道了，香草的香气哦，然后再加上 espresso 那种。苦苦的味道非常美味。我们一般店里面在用餐的时候啊，都会让消费者有一个自由的选择，他可以选要咖啡或者要巧克力都可以。你应该没有看过这么狗的巧克力酱，真的很狗哎！哇，你看，有没有？已经是有倒下去三秒才有到地面。我们的这个巧克力啊，跟现做，很大口哦。比较像大鱼的味道。制作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美丽的意外，这个蛋糕跟我们的经典巧克力就搅和在一起。这个鲜奶油呢，上餐之前才会用我们的鲜奶油机先打出来。江湖传闻这个 Coco Chanel 本人很爱这一款。大师也喜欢的口味，现在就轮到这个让少女心开心的马卡龙。我们来试试看开心果。这个其实关键就在开心果酱。我们的开心果酱是从西西里进口，太好吃了。今天看 Bibi 的脸已经惊呆了。听说只有这边才有的荔枝玫瑰哦。刚入口就是酥，你慢慢嚼的时候，那个嚼劲会出来，慢慢的越来越浓厚的荔枝香味。花神餐厅所有的餐点、蛋糕、甜点都有提供外带的服务哦，就可以在家里享用，超方便。没错没错。就今天谢谢我们的经理，谢谢经理。哇，菲菲，带我来吃什么啊？我带你来吃呢，红红色的香港美味。哇，你不愧是我们好物圈粉中的忠实粉丝，果然有两把刷子。那我们现在就进去吧 ，Go！ 当然 ，Amy， 这是我准备的甜品。太棒了，我要吃这个芝麻拼核桃。这个是在台湾啊可以让大家一碗二吃限定专属的吃法，芝麻的香气超浓超厚的。对，这个是我们的师傅啊每一天呢在当日来现炒现磨现熬煮，整个芝麻香核桃香在你的嘴巴爆炸开。嘴唇有没有黑黑的？没有，超美。我想当 big girl， 可恶。
带到菲菲我们吃什么呢？菲菲带你吃桃胶雪耳露。这个在以前早期啊，人家都说是皇帝御用级的这个甜品，但现在呢，让平民吃也可以有满满的胶原蛋白，养生又可以美容，食材都是经过了12个小时的熬煮。在我们的咪咪来享用我们的美食的同时呢，让菲菲为大家来介绍我今天的压箱宝，就是川贝炖蜜梨。可以看到它里面呢、啊、有这个进口的红萝卜啊、龙眼干啊，增加它的香气啊。你干嘛？我就觉得很润喉啊，不知不觉就发出了高亢的声音，这么神奇，我知道。我全部都很喜欢呢，真的。那我们就一起享用吧，继续吃喽。耶！哇，菲菲这里好漂亮哦。没错，大家记得哦，来到星光三月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2021扭转未来彩灯展，非常的好拍耶。没有错，那我们下一集有更多的甜点要推荐给大家，记得继续锁定我们好物圈粉专哦。对，而且像学生我这个优质粉丝，每一天影片我都按赞、留言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好的，那好物圈粉专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再见。哇，那你好像阿土了耶。也太滑了吧！也太夸张了。